陆总，这是花园三期的初步的策划吧，您看一下有什么地方做的不足，我再改。好的，知道了，这两天辛苦了。哎，怎么，你还期望我说些什么呀？你这两天做企划案的时候，是不是想着我啊，都会笑出声啊？是不是总是眼前会出现我帅帅的样子？你怎么还那么自恋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我们只谈公事，不准说私事儿。行，那就谈谈我们的公事。那天晚上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哎，别急着走嘛，又没说不让你考虑。